帅了些。哎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看谁来了？大来宾王杰石，中国乐坛里程碑式的人物，与谢里斯的二重唱更是深受观众喜爱。如今他重新出发，更是演唱了多首流行歌曲。门前老树长西呀，院里枯木又开花，盼生存。今日做客你看谁来了，他又会带来怎样的人生故事呢？好，欢迎王老师。王老师，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您自己还记得您唱了多少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吗？哎呦，那时候唱歌挺多的，反正大家熟悉的应该有个哎，彭湾啊，乡间小路啊，还有那个笑比哭好，祝愿歌。笑比哭好，笑比哭好，哎，对，笑比哭好，不是您就上了哭了，笑比哭好，就是、哎，你有什么伤心事儿？这就哭，我天哪，胖了点。福分了。我刚才我出场之前听咱王导唱了，唱这个彭欢唱了几句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声乐的普及啊，还是迫在眉睫的。哦，是吗？对，也就是说您觉得唱的一般？不是，相当一般。这几年好像您在跨界吧？感觉好像还在演戏了。对，但他们说其实您原来就是演员。我原来是那个是中央戏剧学院，我是表演专业。您是表演系的吗？表演系啊，专业吗？您同班同学都有谁呀？同班同学大家熟悉的有那个三国演义，有演那个刘备，孙彦君。那是我们同学。还有我们一块儿上学的陈宝国啊，这大家都熟。我们差不多在73年、74年那阵儿，我们一起上的学。都是同学。其实当时您在上中戏的时候，也是抱着一腔热情，想着演电影吧？其实我这个喜好特别多。嗯，你看最近演的《芳华》看了吧？嗯，其实我也是那批人啊，就是在这个军队啊，我当兵嘛，在部队宣传队，宣传队什么都干啊，也唱歌。然后演个什么歌剧，演个话剧啊，有时候还吹个什么那个铜管什么的。还会吹呢。哎，会吹，没大会吹啊。这个差不多，是差不多。今天这么一比，估计差不多。所以就是还是这个那个年代还是非常难忘的。那所以在那个年代啊，我觉着啊，王老师还真的挺幸运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可能大家都有一个演员梦啊，或者什么的。然后您。最后唱歌唱出来了，真是没想到啊！是，其实我那时候倒没想唱出来。嗯，我呢是喜欢唱。嗯，后来因为也没什么戏演，我说我在北影，那时候在北京电制片厂演剧团嘛。您是正式演员啊？分配到北影专业的电影演员。您是不是现在也是电影这个现在是工作人员？中国电影乐团。电影乐团、也叫中国广播艺术团。我们这个中国电影团跟广播艺术团是整合在一起的，所以还是算中国电影乐团。所以您就当时是正式演员，正式演员，然后没戏演，没戏演。我说那怎么办？我更喜欢唱歌，干脆唱歌得了。嗯，哎，后来我就调到这个中国电影乐团唱歌，一直到现在。今天呢，王老师来到这里啊，有三位好朋友对来和王老师呢共同交流。对，那今天呢，在猜朋友之前。还是得给我们正式唱首歌，对，唱首大家熟悉的歌。在你唱歌之前呢，我要跟三位嘉宾说啊，嗯，我可是上场之前答应了这个王杰石老师了，嗯，他要猜到两位以上，我得请他吃饭，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负担，精神负担。我已经跟他说了，抠成啥了呀？只要是说你们俩就是被他猜出来了，我就请他吃拉面，是吧？拉面不行吧？不是，就说好是拉面吗？拉面的话，起码得照着10000顿那么吃才行。你能吃一辈子，你还能吃10000顿拉面？就是10000顿那个标准，那个钱的标准，咱们吃一顿饭。哦，好不好？那样。咱唱哪一首？唱一个《一剪梅》吧。一剪梅，好不好？真情像草原广阔。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。
归浪，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见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，此情长留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谢谢，确实是比我好，唱得好听，好听吧？嗯，而且老歌还是，就是特别有共鸣啊。是是，大家都喜欢啊，大家都喜欢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了三位嘉宾，接下来呢就要看一看啊，在我心中呢，王杰士老师绝对是一位特别智慧的人。别别别，先这时候这时候就别夸了，万一猜不着这坏。就看您猜的怎么样，来吧，有请王老师。在你看谁来了的节目设置中，大来宾决定与任意一扇门背后的嘉宾见面时，栏目组将允许大来宾向其选择的嘉宾提出五个有效问题，而这位嘉宾此时只能以文字形式将真实答案呈现于房门屏幕之上，随后大来宾则需通过房门上答案来判断房间内嘉宾身份，若判断正确则请出嘉宾并进入下一环节，若判断失误大来宾将接受惩罚。王老师，您来过一次是吧？我来过一次，不是让别人猜我的时候，哎、这给人出难题，别人给我出难题，这是难事儿。好，您就站这儿，这俩眼儿肯定是要喷东西。不是，您就猜对了不得了吗？对，你猜对了，谁还会？你想先见哪一位？这几十年了。这是熟悉的陌生人，好玩有意思啊！反正都得猜啊，猜一号啊。好，一号，请问一号嘉宾，我的好友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认识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？我非常负责任说，肯定认识。您是男性还是女性？男的。您是希望是男的还是希望是女的呀？他肯定希望是女的呀。没有，我这个好像认的男朋友比较多一点啊。第二个问题，男的啊。第二，您是什么专业？不许含糊其辞。对，您是经验。您是不许含糊其辞吗？这都是经验，我跟你说吧。上次我答的时候告诉我是一会儿这地方说的。曲艺不行，这个不行，不能这么说。曲艺好像太多了，什么单弦、大鼓、相声，什么那个杂技不是曲艺里的。不行，你得说曲艺里边，这不算啊，这个我是。对，咱们第二个问题。咱们说前面了啊，就说前面了。该第三个问题了。你可以。这就对呀、曲艺这上哪猜去？对，那您就得猜了，您曲艺的朋友。对，第三个问题。曲艺认识那么多朋友，别着急啊，曲艺我和只能是和说相声的比较熟，那因为其他的我不熟。我知道了。说相声的啊。第三个问题。太好了，跟我说过相声没有？啊，跟您说过相声没有？对。哦。演过小品，演过小品，呸！您跟谁演过小品、啊？这叫所问非所答呀！问说过相声没有？他告诉演过小品。第四个现在问了两个问题了啊！第三个问题啊！第四个问题啊！王老师太聪明了，这我估计他能猜出来。演小品只演过那个什么？演过那个？哎呀妈呀！那里边肯定是那些人，我先排除法啊。你是演我妈吗？我怀疑李伟健啊。那个不是，他不是、刚才我怎么问呢？你说你是我妈吧？他说他不是你妈。如果他要是你妈，
这是我问的问题，我要问你演过我妈妈。哎，对呀，你说你这问的就对不对？人家到时候就说是你妈还是不是你妈，那我就压在她身上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演过我妈妈，这浪费一个问题。这我都有期待，看看这，我都有期待，我都想知道是谁，还想这人，我跟你说，想法骗我，那该多好啊！那该多好啊！哎呀，咱们这嘉宾智慧是越来越高了，太讨厌了。但是王老师，我就分析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猜了啊，猜吧，您别着急，还哦，我会数点的。李伟健，您别着急啊，你往那儿走，你往这儿前面给掉下去了，这个、会往下降一点，怕摔着你。好，您就站这儿就行。哎，这非碰我不行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来。那么一号房间是不是演员李伟健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打开一号房间。你看谁来了？答错了。大家好。哇，歌唱家魏京哥，好，哎，不是，王京哥，拿来说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咱们什么时候演过小品啊？忘了，什么时候演过小品？你这都忘了。来，到中间，来，光区。神秘来宾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魏京栋，曾多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。他与王杰时相识几十载，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兄弟情呢？不是，他这个曲艺就直接把你给迷惑了。就是这唱歌嘛，我是学过曲艺啊，没错啊，我做歌呀，你是单弦是吧？做歌曲艺，单弦差一点就把单弦给露出来。对呀。哎，今天这个王老师这个有点，我觉得好像唱美声的吧？这是。对呀。因为刚才告诉我说要迎接您呢，迎接您呢，我都没错。不是，是今天说他这个王导跟王说了，今天来的嘉宾都是特别好的朋友，他说今天得隆重一点啊。另外呢，我是主要是想老是想着。比这个咱们王导得帅一点啊！已经很帅了，王老师，你们熟吗？哎，有事我们团长啊！哎，什么团长了？没有。不过今天您这团长当得不好，怎么啊？你完全让这个王导给收买了，对不对？你作为一个这个我们团长来讲，对你的部下，你哪能这么蒙？猜出来一顿饭，人家三顿饭，你选谁账能算过来啊？对呀，你就说演过妈咪，你说没演过不就完了吗？什么那该多好，我要演该多好呀！你们演过小品吗？演过，我还真忘了。这是过去啊，我们在一个晚会上演过啊。你看啊，都忘了，忘了。您演的太多了，对啊，王老师啊，真的让我印象最深呐。他和你啊，异性演完他是忘不了的。没错，我刚要说这句话。哎。我跟王芳演过呀，我就忘了，没有吧？对，主要是在你心目中我不够美。是，我还真是。你们两位认识多少年了呀？哟，得好几十年了。啊，这好几十年，是不是？啊，因为我王老师的歌声，我小时候就很喜欢。是。您有那么年轻？咱们都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是看着王老师，听着王老师歌长大的。要不长这么漂亮？哎，你俩到底谁先唱歌的？那应该是王老师。不，是这样哈，我是1975年，然后学习这个歌声，唱一首《红星照我全斗》，然后考上了北京艺术学校。啊，但是王老师呢，他那个时候呢，您在戏剧学院是吧？戏剧学院啊，对，学表演。啊，就是我们啊，差不多都是那个时候。同时间，同时间的。但是70年代，出名人家比你早多了。那是80年代啊，当时可火。火的就不行了，火的不得了，一塌糊涂，山崩地裂，山崩地裂。所以说，很多人呢就向往着，能不能像成为王杰石？哎，成王杰石。对，但是王老师真的特别聪明。嗯，刚才我在里边看哈，就跟您的这种对话，跟那个王芳啊，哎呦，我觉得是吧？大智慧是啊，大智慧。行了，不是，经常啊有一些小笑话啊。那有一段这个大家都练呼麦，
啊，王老师，我们俩在飞机上练，你呼的不错呀。然后呢，王老师练得好啊，你别看王老师啊，他不是唱美声的，对，但是他这个发音呢很好，在飞机上，然后说，哎呀，王老师，我说我这个对声带是不是有什么影响啊？对，他说金总没什么问题，说你看我练得很好啊，就是。然后啊，从这个快登记那儿就开始练，然后来检完票，他坐那儿呢，然后聊会儿天的飞机开的时候，王老师在坐那儿，然后就看见服务员过来了，飞机出问题了。然后呢，王老师看人过来了以后，看书，看报纸，说金栋说这个。啊，然后人一走，又来了，然后我也跟着说，这说差不多得了。哎，再给我们呼一个吧，我最近也开始呼一个，就呼一个。我这个真是就是皮毛一点点。不，你给我呼一个。这个呼麦真的很好。来，两个人，你不知道啊？因为王芳说每天听我呼麦就不想活了，说是你给他呼一看他能不能听我这整个就是就想活了，更不想活了啊！好，试试啊。有一点的意思啊，我觉得到位啊，他的声音你看两个声音。我发现你现在成捧臭脚的了，就是怎么这玩意儿？你来一个到位，您来一个，您来一个，来，往哪儿来一个啊？还行，这也行，出来了。我跟您说啊，王，可以，我给你讲讲有意思啊，还有意思啊，我们再去瑞士去旅游去了。当地他一句英语不会，然后呢要做一个滑行伞，就是那种站到那个山就悬崖上，然后跑，然后一跳往悬崖上一跳，那个伞就起来了，就这么一东西。他不会英语，去了以后呢，他一飞起来他紧张呀，紧张了他就开始在空中呼麦。不是你还好意思，你还好意思给人讲了，没把我吓死。他告我说是这个特简单，就是就没问题，你去吧，我就上就去了。去了之后我才发现，就根本不是那个靠动力的，就直接跳崖散起来。后来我就前面跳完之后，我就跟那个教练说，我说 hello， 我说那个 no， let's go， 我那意思就是不跳了，回去。人以为你快点跳是吧？他以后他就过来 ，let's go 不就是我们跳吗？他说他就OK。他咔咔咔给我往一塞，我就以为我们可以抱着东西就上车回了，就回去了。结果咔咔咔一弄，直接就给我推到悬崖底下。哎呀妈，给我吓得的空。嘿，我说王导怎么刚才唱说他这个脚劲儿给欠起来了，然后找到感觉了。这个练呼麦也得往高处往低了。No， let's go 是跳崖的意思，不是让我们走的意思。对，所以说我这个后悔啊，我怎么着以后到国外，我得学会英语的那句话，就是我要回家。关键是，可是人家赶人要请您吃饭呢。来，王导请吃饭。我要回家，完了给送走了。关键是什么时候说的呀？是不是？是，其实魏老师这些年应该说在歌坛啊，也是唱了好多歌吧。是。参加过很多次春节联欢晚会吧。是，但是王老师唱的歌也多。王老师到现在还唱一些特别流行的歌。是啊。啊，比如小苹果，啊，我们一块儿做节目，我都很佩服他，我都觉得。能记住词儿吗，小苹果？记不住。然后那个跟小朋友，哎呀，特别特别好啊，很时尚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向王老师学习。今天我觉得你们俩简直太有缘分了。在录像之前呢，我们编导就问王杰士老师说：“王老师，观众特别喜欢听您唱歌，您那个能不能再准备一首歌？”王老师报了一歌名。我们的记者出来说：“王老师报的歌名和魏老师准备的是一首歌。”好，哎呀，您准备了哪首歌呀？我唱了，我当时我录了一首那个，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，忘不了故乡，年年梨花放。哦，我是报这歌，后来我又把这歌取消了又。哟，你就估计猜到他要唱了。我没猜着，后来我又撞车了，确实是不是这歌撞车了？这歌你又唱，你又唱，我就可以不唱了。啊，不是你唱，别，我们跟王老师我们坐歇会儿，您唱首歌。Thank you.
deny, yeah.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, yeah. We were built to thrive, yeah. I think that we've all had enough. W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, yeah?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, yeah. We were built to thrive, yeah.我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我就想起了结石大哥，嗯，就是他呀，就说我今天在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啊，我就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我得感谢结石大哥。嗯，我呢是在2011年啊办过一场音乐会、哦、啊，因为我觉得像我们男高音儿办场音乐会是很不容易的，嗯，大乐队啊，嗯，但是呢我呢就跟结石大哥说，我说结石大哥，我说我要办个音乐会，我说请您呢。给我当嘉宾，嗯，您帮帮我，二话没说，嗯，什么时候排练，什么时候演出，什么曲目，就是让我根本就不用操心，嗯，啊，而且分文不取，我觉得、嗯、让我特感动，嗯，所以我觉得突然间想起这种情谊呀、啊，啊，家国情哈、啊，爱国情、嗯，就是觉得让我觉得就是。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呢，让我对他的感谢、嗯、啊，其实不单是这样的。对、你们其实说实在的，就是京栋和结石老师呢都属于那个你看是大家很开心的聊天什么，实际上他们都很干正事儿。开场之前我跟京栋还聊，嗯，他为了找到这个当年您去帮助别人就是捐款、就是吧，嗯嗯，他找那个照片呢，人家发过来一段微信，我听了还特别感动。哦、嗯，就是人家就1000多万，就你们那上次是吧？那你讲一下这情况啊、哦嗯？应该是2010年，2010年当时呢，云南大旱、嗯、啊，我们有一个女高音呐、啊，一个青年女高音，她也上过春节晚会，嗯，她叫姚灵辉，武警的，嗯，就找到我们了，因为家乡困难啊，没水啊，然后也没有当时的经济条件也是的确是不好。然后就让我们能不能做点公益？嗯，王老师，包括几个老师啊，毫不犹豫，嗯，一定去，嗯。所以我这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们这些老一辈啊，他们就是这种，这种觉悟，不能说觉悟，就是他那种义德，嗯，啊，人说做义先做人嘛。也就是说，啊、当时大家捐了1000多万，对，啊、哦，所以说我觉得啊，这王老师啊，就是他特别助人，嗯，啊，很感动啊，很让我们觉得，好大哥，你看、啊、今天这个魏老师一来还给我们带出这么多王老师的故事啊。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啊，不过在认识第二位嘉宾的时候我想请您呢、哎、稍等一下。好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啊、哎、猜猜，因为圈子就这么大，好，也许您也熟呢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刚才你这蒙我不行啊，这个、啊、这把帮我参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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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不好，您请坐这里，魏老师结石老师这里、哎